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《拜登雷射》，我是飙到大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一台高威斯奥气息啊。OK， 所以我们来听讲解，然后我们来再听阿森林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高威斯奥气息，长为145，宽为57，高为108cm，重量高达200公斤，原装三趟。高威斯奥气息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，它也是转售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型号之一。高威斯奥气息的整体音色丰富，音调的持续时间很长，适合弹奏古典音乐。高威斯奥气息的琴键更平滑，更舒适。除此之外，构件质量和组件质量非常出色。然而，当谈到高威斯奥气息钢琴时，它们似乎具有更加明亮的音调。这架钢琴是高威数一数二的立式钢琴。由于其精良的结构和良好的木质材料，与其他钢琴相比具有很强的耐用性。高威斯奥气息跟其他钢琴一样，都装有三个踏板，分别是延龄踏板、低音延龄踏板和弱音踏板。为了让琴锤提供最佳的音色、灵敏感和耐用性，高威斯奥气息琴锤都选用精致材料制作，稳定性持久。